台湾特别来进入超高龄的社会，背后即增加许多会当食了健康，农业部结合民间的力量，加即啊营养师斗三工，要来测出适合即在地许多会当食的食材。我们会送出就是使用国内的在地的食材做的 CS， 还有e-tender， 就是饮法友善食品，我们有8000份即将送给就是相关的一个绿色照顾站。农业部强调，今年头一届要送的这个活动，会当经过81个绿色照顾的据点，送好来许多会当来吃，啊，估计关怀对象超过8000人次，希望能够有更多照顾站会当做伙来协助，增加农村许多的照顾。